过多少山，趟过多少河，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，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。今天我们回来了。彩虹，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要人家好等啊！对不起，今天有重要的，公司里有点事。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。哎，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！你看了没有？我对报纸不感兴趣。三号地区被包围了，我一排在九号地区，有车在前面等着。大南先生，跟前面那辆三轮走，要快啊！快，就前面那辆。快，快玩了。好嘞。到了，先生。先生，跟我走吧。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混蛋，瞎了眼了。是是是，哼，真讨厌。市委指示我们，马上把工人纠察队、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，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，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。过去了，老林，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，里应外合，一家伙。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。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，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。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，保住城市，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。赵妈妈怎么样？外面没事儿，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，你们继续开会吧。赵妈妈，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，一个人守在机关里。看你说的，孩子，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，当革命的娘姨，我心里的高兴啊。老林，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。嗯，真的。这不，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。22年了，可算熬到头了。孩子们，
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。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。放心吧，赵妈妈，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。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，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。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。哦，那可说不定啊。赵妈妈，你把这个交给老杨，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，不管仗打得怎么样，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。自己人。